聊聊说即将比赛上多样的利益。哇，哼，是成宇教不起我的。过几天呢，我就要去新加坡比赛了，心情非常的激动开心，因为还可以再次出国比赛。我们来到了这里来见个面。然后为什么会选在这里呢？是因为我们已经提前知道比赛的项目咯，就是骂错咪。然后我们刚刚已经有跟老板娘点餐了，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吧。 Go go， 他给你礼后你好。所以我刚刚有点骂错咪了，然后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新加坡的骂错咪里面通常会有什么料？我们会有鱼圆，还有呢鱼饼碎肉，还有香菇，还有那个米生菜。哇，听起来好多。对，很丰富。而且我看到里面好像有稍微用猪油渣跟猪油。我们有猪油渣要加黑醋，还有番茄酱啊。如果有吃辣椒的人会加辣椒，不吃辣椒的就加番茄酱。对，那老板娘，我等一下就要挑战了。好，谢谢，谢谢老板娘，谢谢。好，那我们就赶快进去吧。你们看到这面墙，这里面都有很多很多涂鸦，而且我刚才看到一个涂鸦，特别的特别哦，特别的特别是什么？就是这个鱼尾狮的画，哎，你不觉得很特别的特别哦？这家是最多人说赞的，谢谢小编，他就在旁边，双鸭。香菇，对，然后再一点点肉末，好，然后再三片这个，类似很像藕链的东西，撒点葱花，然后一点点油葱酥，然后一点点梅生菜，然后白胡椒粉 ，OK。好，我们15碗的肉挫面已经做好了，这上面的料都是完整的。到时候比赛的时候啊，工作人员会把他们这上面的料剪碎。那等一下呢，我们就开始剪碎食材，稍微剪一下，因为我也不确定他会剪到多碎，所以我们就稍微剪一点，好不好？先训练一下，就是有可能会遇到的情况。立功丢不丢？感觉好像永远剪不完。收好，收好。还不是开始，走进美女，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没有了，我们要特训啦，可以了，我准备好了，3、2、1，开始。加油！小心就要噎到哦。就是我觉得这碗肉挫面上面其实放的料很多，就有生菜啊，还有就是鱼饼，他们说那个鱼饼，然后还有鱼丸，然后还有肉末、猪肝，还有香菇两朵。我是放料的，所以我知道，而且我觉得它每个味道都调配得很好，都不会抢过面本身的味道。我一开始看到这碗面的时候，我想说先吃面，因为我想了解这个面好不好吞，好不好吸。就我后来发现这个面是好，就蛮好吞也蛮好吸的。然后上面的料的话，就是要咀嚼比较久的时间，吃到最后都是料留最后，然后面都先吸掉。我吃下去的时候发现，真的很好吃的，整个香气很足够，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我觉得以这碗面来说的话，它的困难度是还是有相对性的高，因为它的料比较多嘛，需要适应的那个咀嚼的力道跟那个整个下去的味道跟口感跟节奏都要再好好的调试一下。其实你咀嚼到最后，就是你嘴巴一定会酸嘛。但我相信，比赛那天我一定可以表现好的。OK 的，可以吐。因为我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至少要超过几公斤以上，所以我才会要到20碗。可是实际上我才吃了14碗，所以跟我预期的差了6碗，可能是吞得不够快，也有可能是咬得不够快，所以导致我自己没有达到我想象中的那个碗数。困难点的话，可能是美生菜跟鱼圆这两个比较需要有嚼劲，而且他们占的嘴巴空间也比较大，就有可能没办法让面很快就下去。这几个星期我都有去，就是做干面的特训。只不过真的要我吃快的话，真的蛮看东西的，除非那种很湿润、很湿润液体的。因为肉类的话，就是比较需要咀嚼，它不能就是直接吞下去。我还没有像茉莉那么强，所以还需要慢慢先训练。吃到最后都是料留最后，然后面都先吸掉。嗯，怎么了？哎呀，他一直皱眉头，要皱眉头。谁一直皱眉头？我没有皱眉头吧？哈哈，我一直皱眉头了。没有，这个我要澄清一下，我从小时候就在皱眉头，我不皱都难。这么你聊聊说即将比赛胜利，我要得第一，每天都吃到十几公斤以上的，对不对？会，对不对？你可以的。
面哦。OK 了。15分钟挑战结束了，哎，我没有叹气的意思。今天这个成绩还没有达到心目中的那个目标，有可能是自己吞得不够快，也有可能是自己的策略可能用得没有很好。但我相信比赛那一天，我一定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比赛方式跟吃的方法。有先对肉挫面先打个底了，我觉得它的面是算 OK 的，就是 QQ 有嚼劲，可是也都是吸的算快。然后也很感谢老板娘制作这个非常好吃的肉挫面，店内是没有贩售这个品项，也很感谢老板娘特地就是为了我们特训，然后做出非常道地的新加坡肉挫面。大家的反应也不错的话，然后老板娘说不定之后在店里面推出肉挫面这个品项哦。我蛮喜欢它那个猪油渣跟那个猪油的那个香气，那相信我这次的比赛会拿到好成绩的。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一路上对我的支持，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大家拜拜。那我这一碗面的接下来就把它继续吃完，有你的面的加持，这次的比赛一定可以。希望你成功，希望你会赢。好，谢谢老板娘，谢谢。